Let's go. 这把我谁也切不动，好像是的。现在五秒一个被动，清兵就快很多。之前那个清兵速度，眼泪都要掉下来。去上路抓个人。人呢，我的朋友们？哎，这为什么一起被顶啊？来了一口，还得扛伤害。哦，我掉了一波兵啊，有点气。不好打，活生生掉了一波大兵。现在这个普通攻击，五秒钟一次了，之前是要拖战才有，所以说，我觉得好打一些。你最起码清兵快一些了，之前那个清兵速度完全不能看。去上路，他四级了，不好打。蹲一下，我怎么感觉我伤害变低了还是怎么样？我打不动人。他有大招，也不好杀。这个人有蓝 buff 了，我的天哪！我根本就不敢往他脸上跳了。他有蓝 buff， 二技能黏住我就是一套，我要拜拜。别，这个人有蓝的，我们这个几个人不好打。啊，他开大了。还是不好打，打不出节奏。主要他有蓝 buff， 我不敢上去用一技能清兵，我也不敢去摸他一下。如果他没有蓝的话还好说，这有蓝真的是不好这样玩。看一下这边，他蓝 buff 消了没？机会。你别说不死，死了，暴君守住了，买大剑，慢慢来。好，再往上路看，大招差不多了。草里面有人，他要顶我一下了。他没顶到，我普通攻击打他，直接接大，把他盾打掉，一手上挑，脚闪现了，接一手二技能，这人惨了，接一手普通攻击死一个，接一手二技能再风筝，马上普通攻击应该好了，他没点一下，一波上挑，接普通攻击，再过去，还能打吗？点一手二技能，有大招，是不是？你这个操作思路一定要有啊，这个普通攻击。现在好得很快了，所以说你连招里面要不停的穿插普攻，懂我意思吧？你之前就是只能打一套普攻，但是你现在发现打团，你可以打三到四个，这个普通攻击相当于一个小控机，小控制，小控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控机？因为好像我很多之前的广州同学，自己。
就是这么说的。不急。上路走起。发起进攻。接普攻，接大招，是不是三段控一定要会？这个普通攻击连接在里面，接大招完全别人是动不了的，明白我意思吧？好，继续带中路线，多利用普通攻击，普通攻击刷兵，一手上调，没调到不急，二技能撤，给了个大招眩晕到，但问题是我没有大招啊，这不要打了吧？他有被动，给了一套，又在躲，哎呦，我这个人太灵活了，我真的不好杀。这下路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招，我们去看一眼吧。如果他有大招的话，试一试试一试。好多人，算了，还是不好打，先撤。我是不是要出一个梦魇之牙？没错，貂蝉很讨厌。给了我一套，我这一套是秒掉他的。还是不好打，我要找位置。貂蝉过去了，哦，残了，你注意看，我后面就是一套技能把他秒掉。好，他这边还准备开启大招反打，开玩笑，普通攻击接二技能接大招，强行在位移，看到没，他这个丢大招的时候我强行丢普攻丢大招卡住他那个大招怼在他脸上，是吧？你每次一定要感觉到自己有没有普通攻击，就看自己手上面的这个光，这个有光就代表有普攻，你懂我意思吧？你看手上有光，对不对？你就有普通攻击，是不是？你一波团战每五秒来一波，不就有了吗？好，我身上还是有普攻，他这边再刷，我抢，好，抢到了。请求集合。你很兴奋，这个连招啊，一定要二技能命中后再打，因为二技能捡人家魔抗，好吧？你不捡魔抗的话，你直接上其实打不动人的，就是要把这个二技能命中了后激发他那个效果，你就随便就怎么打。好，注意看这一波怎么打，二技能上挑接普攻，往这边走，二技能直接大招，是吧？直接大招隔墙一波，给一手二技能拉走位，我这个普通攻击还在手上，因为你要时刻打团知道自己手上有没有普通攻击，是吧？打了他一下，看能不能再打一下，给个二技能消耗他们，拉走位吃口药，往这边看，不停的消耗。好，我这边梦魇之牙有了，他跳大招，我下来我直接接大招卡一波普通攻击，给一手二技能消闪现了，暴击过分了吧？哇，他这一波卡得好啊！哎，我的天，我的天，哇哇哇哇哇哇，炸了！哇，这个吕布怎么？哎呀，他叫红月一下爆了一千，我直接死了。哎呦，哎，好伤啊这一波。我应该早点闪现的，我想用大招去把那个卡住，不应该这样玩，有点烦。开玩笑，灵动，身轻如燕，这一手连招是不是很强？没错，就是这么强。哎，我这个扇子，丢得好，靠脚。还是要买面具，不买面具不好打。继续带中路。想一下这一波，先把兵给清了。等面具了。
这个梦魇之牙出的是很有必要的，主要是有点拖我节奏。主要跳大嘛。哎，我这个位置卡的好难受啊！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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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口药吃口药，给二技能给二技能，再给二技能，不慌不慌不慌，给大招，给普通攻击，给二技能，给上挑 ，A 一下二技能再见，再再再再再，哇！啊！我好，真的是气呀、啊！这一天到晚秀啊！本来我这个二技能怎么就丢出来就有了，这丢半天丢不出来，一手晕。OK， 与之一战。出辅助性的装备出太多了，其实我不应该做这个梦魇之牙的，挺影响我节奏的，你知道吗？你们炸了呀！大闪，普攻二技能上挑，给一手二技能，没打到吃口药，再二技能打到了吧？再来普通攻击二技能，再往这边走，我再二技能，小走位，二技能啪击一下拉走位，不急。是吧？我刚才一波大闪，学到了吗？学到了就，对对对对啦，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大闪接普攻接上挑，身轻如燕，实力控制，翱翔。你怕不怕？怕就对了，给个大过分了吧？别闹。别闹，买起我的小帽子，吃口药，不急。来，与我一战，一定要有帽子，有帽子你才知道不知火舞一个二技能打到别人一串连招到底有多么恐怖。杨戬都瞄给你看，不急，简单的二技能，简单的二技能，你们中一个，吃一个扇子，再吃一个，吃扇子。给我吃吃扇，吃吃吃吃吃扇，哎呵，你真的是怪怪的哟。吃扇就对了，吃扇子，吃扇子，扇子，扇子，大闪。接上挑，接普攻，接二技能，再见，我走了。是的，那个冲塔的人是我。问题并不是很大，你总有一个人需要进去与之一战，好吗？可以，你看到没？这个局面啊，可以，游戏结束了，几天了，可爱。没有办法。我往前冲了，但是没有人在我后背。还闪不闪？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凭什么不闪？闪给你看，金牌中单，服不服？
啊，我不是 MVP， 可恶。我是最强王者探险，我不轻易叫闪现，我是最强王者探险，我的团队一时都超。